他不严，就别怪我不硬。收到信号，开始行动。兄妹，嫁给我吧！嘿嘿，我帮小强老师定制的惊喜求婚套餐，小妹老师一定会答应。只要忙着结婚，看你还怎么脱单。我愿意。那就马上出门结婚。不用出门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一起上课。小强老师，你这个笨蛋！看来只好用那招了。老师，你看，眼见你啥时候考了满分，得了满分也不能不听讲。黑你，这是变态人格测试卷，得分越高，病情越严重，是我要先去医院接受治疗。哎呀，我早就拿了行医执照，笑容治愈一切，知识就是力量，我让你边笑边学习。我再也不敢试了。果然只有我前来拯救各位，这个我周边的调查，再过三秒，史上这位会员启动烂尾了，同时爆破。下面是地震了，爆破！大家不要慌，就算地球毁灭，也不能影响我们上课。